我是不是真的老了？大家好像对于一天跨年都没有什么感觉。我有啊，我是不是真的老了？我有，你们都会玩，我有啊，我有。所有的不好我们都留在过去，疫情我自己准备好。为什么现在在放了？你早放了。哎，十二点，我们的，哎，新年快乐！啊，我们跟人家不一样。我们好像真的每一年都是我们四个在过。新年快乐！没有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新年快乐！要开灯，你要看。新年快乐！噔噔噔噔噔。明年顺利，一零烟火，一零烟火，耶！新年快乐，耶！辛苦了，2023。有什么话想说？对于2023，终于过了。哎，喝了喝了，很漂亮哎，好好笑。2024有什么新愿望吗？我要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帮我子女洗澡跟换尿布，还有泡奶跟喂奶。好，布丁哥哥听到了。我学嘛，又不是每次都要。第三件事情是吧？今年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庙里面的事情，我想把它做到尽善尽美的完成。好，第三件事情，我们就好了。很棒，真好漂亮哦！吴怡婷，对于2023有什么话想说吗？2023过得很艰苦哎，有我艰苦吗？他比较艰苦。我就觉得终于过了，但是我觉得2024有更多的挑战在等着，所以就克服它喽。那明年呢？今年吗？2024的心愿？对，我希望我能够更勇敢一点。好，就跟你牵手。好，我说的成。2024，对于2023有什么话想说吗？2023，觉得好像自己都在。你每年都这样啊？每天都在工作，通常都在工作。希望可以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。嗯，例如交例如可以出国走走啊，对吧？跟谁？都可以啊。哎，跟大家啊，对吧？跟你各位。不要再跟我们混在一起了，我们不想跟你混在一起。跟你各位啊。嗯，对啊。好，那明年就是这明年还有什么新愿望吗？明年。但好像没有钱，又好像什么事都做不到。高发零，高投屏，很现实啊！希望取得一个平衡啊，对吧？好，那明年要不要交到一个女朋友？你有要立这个目标吗？立要不要立这个分？你先立一个 benchmark。明年当老爸，哇，想做老兵了！不要乱抽呗！不要乱抽呗！不要给我偷抽呗！喝啦！喝啦！喝啦！可以啦，哥，好，他明年要做老杯哦，大家都听到了，每年会做老杯，换你啊，换我，好，我还有做小操，欢迎我们的严正要，让我们欢迎，让我们欢迎2023年30岁代表黄严正。我觉得我开始找回工作跟生活的平衡，然后我开始重回运动，然后我觉得2023我做的专案我都非常的喜欢，虽然我的考核只拿 B， 可是我去年整年的专案我都好喜欢好喜欢哦。然后我希望明年就是身边的人都身体健康，然后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更勇敢，然后好好努力，然后好好休息，然后持续的进步。太大块就加多一点酒啊！我要叫谁啊？
生活的智慧。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已是前方最后的距离。好，讲完的人没那么多，侯友宜的人好像没那么多哦。喂，跨年不快。台湾的选择赖清德。我猜，剪掉了，剪掉了。看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。我一直觉得有老兵在我们唱。什么老兵？老兵本人，老兵本人。我觉得老兵是国歌。我等下五点参加升旗典礼。有没有？十年前大家就在那边。我没有，你们没有。十年后大家在这边。你们没有约我去。啊10年前我还不是朋友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起。所有人举起你的酒杯，2024年，大家新年快乐！耶！他比主持人比谁都主持。我们家。说有一个唐老鸭，什么唐老鸭？老兵鸭，哪个唐老鸭？好想再闻一遍。还要多久？哎，真的把我们家当钱柜怎么办？去哪里闹？也许我会。好，加。好不可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但故事的最后，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。不会结束 green light。你那个绿色很恐怖哎。
生气，假如你生气，叫我耶稣，叫我耶稣，自己不可导致我，导致我，导致我，生气不可导致我，导致我。给王爷这脸真的认真呢，很强啊！你的脸在认真什么？霸凌欸，我就是霸凌现场欸。老师，你还有毛巾？你还有毛巾？这是他的吗？没有，就三条你都可以用，好，一个留给。这是你等一下，留个洗澡。其实我有带。他脸真的好湿哦，你去拍一下他。一个洗澡，一个洗澡，去拍一下他，他脸真的超湿的。天降能量，只剩刀剑。我怎么了？今天台北下雨了吗？哎，竟然看死了！十岁姑娘，你十二点还没回去，不好意思，还是谁擦地板？哎，没有等到你知道你快被赶走了吗？你知道你快被赶走吗？今天24小时不收班，你有机会回去，快被赶走了，请你安静一点。灰姑娘，灰姑娘，灰姑娘，今天节目24小时哦。不会啦，还有不会啦。我在办，我在慢慢办。不要下雨了！那你雨伞打开啊！最近的风浪声，风雨所在，小酒习惯那灰色不懂还是撤退？梦流泪就好，今晚我们是为多继续为你哭泣。祖伟是拍照，臭臭臭！你也写字啊？